你太有可服了。那姨夫开车开了差不多十多里哦，差不多二十里路，特意送这个肚子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西。刚刚姨夫又给我送了个猪肚过来，他家里在砌房子，本来好忙的，昨天也是给我送了一个过来。那今天又吃猪肚啊？今天是姑奶奶买的。那个猪肚今天怎么搞？今天是吃还是不吃？昨天才吃了，吃腻了怎么办？看你自己啊。妈，上次有网友说我们这个猪肚啊卖60块钱一斤天价，这次今天姑奶奶送的那个猪肚好多钱一斤？60块买的大，地方猪肚都没有卖，今天都被气死了。那人家60块钱说是天价，为什么我们这边的猪肚卖那么贵啊？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风俗啊，那一波孕妇啊或者生小孩的都要吃啊。他家的是猪肚来讲啊，我不是的，这个叫人家炒个猪肚子进冒进冒包嘞，等等上面。我们楼上挂个口味炒的就好看了。嗯呐，错人家炒个进炒冒，不过今天炒了。他的猪肚有点头痛啊，贵给昨天才吃，今天又吃，那到时候生宝宝都不敢吃了。那以后怎么办？我家是吃的几个哎，那以后等啊多吃几个才行。这么贵猪肚，当然没出是60块钱的那个样子。你又说我60块，60块，70块钱一斤的。你看我昨天才吃了，我今天吃也不可能天天吃不。也让姨夫知道，等一下都不高兴了哈。特意给你送过来，你还一脸嫌弃。是个保鲜百年，过几天你们过来再过来吃。今天反正今天是实在吃不下，昨天才吃。吃个也是这个得死。你要记住那就好些个，又过好过倒好过这个。